我想要结婚。等一下，我是说跟这个觉醒这个缔结契约啦，结婚跟角色结婚啦。等一下，省略太多会被误会。我想要跟角色结婚啦，缔结契约啦，觉醒。说太快了。但是我没有素材可以让他结婚。我很抱歉，他破防了，我没有。我说的是雀魂的角色啦，你要结婚直接推定三年。我没有，观众大喜新接待。我是说雀魂的角色啦，差点就延上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讲错，因为大家都会说雀魂的角色是什么婚啊，婚什么什么角色，就是结婚啊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说结婚，